这块是我们能隐约听到主角的心跳声。有一节电池可以补充。终于这怪走了。那咱们可以一路奔跑。好，我们刚看到密码书上去，52，52，那就是我们这关就通过了。最后一天。最后这都消失了，恐怖护士。现在前面是真的恐怖，我们灯千万不能开。都能杀，我们得蹲下来才行。我知道了，好，我们 continue 继续。这样咱们得蹲下来，全程蹲着走路，这样的话就什么事都没了。前面这个不要紧。
哇，这都能吃。我们还是老样子，那蹲的也不行，蹲的话我们也得看情况。先跑吧。行，我们通过了。赶紧看这把浮空的椅子。搜寻一下这爱丽丝的棺材，发现前面的护士全部都崩灭掉了。七天以后，两周过去了，然后从第一次的凶杀案在这个镇子里，然后他决定去重新开始，但是他从来不会忘记他所经历的这件事情，这些事情在酒店里发生的，都已经很厉害的被损毁了。然后就像那个，就是去那个掩盖这艾丽莎的真实的凶杀案，但是这个警察方呢，却永远没发现这个酒店的 Golden Dolphins 金海豚酒店的拥有者，就像他们消失了一样。这是为什么他们被官方的认为报告说是死亡了。艾丽莎的父亲也是被那个解雇了，艾丽莎的身体呢也是被埋在了这个城子里的一座墓地里，然后他希望这些灵魂都小孩的灵魂都得安息了。实际上不一定，这孩子灵魂安息了，艾丽莎还要找他麻烦了。艾丽莎和爱丽丝是两个人，爱丽丝是精神病院里面的，她是恶魔。然后在那一章中她又回来了，她是最后是被杀死在家里的。电话响了。他说：“你现在已经出院好了。”他也想那个野餐怎么样，然后他说：“他和他在那个讲休闲的事情，任何时间都好的。”Forgot to tell you, you played a cool trick on us all. Lena got pretty scared at the beginning. 他说你这样子做的很酷的，酷的一个耍这个酷的小把戏。Oh, come on. That very video you sent us on the mail. 那他说那个，What I don't get really is how you came up with the right time to go and tell about the 7 days. Anyway, it was scary but cool. The thing is, I didn't send you any videos.What was it about? It's difficult to describe.
他觉得天好像不经常事情，他说这儿有些不太适合，这好像14天，好，又回到刚刚了，所以我们不用再往了，谢谢大家。